我是认识浩琪啊。哎，姐，你是黄梅佳，这是哪个？咖啡厅，我们要测有没有酒驾。有，这是法比奥。这是史之田。Hello，我是史之田，你好，你好。我给你看一下濑户内海，看一下哦，这是艺术季。 所以我们在日本，我们现在在日本。有没有很羡慕？他等下立马发我们的IG，发现我们都不在日本。我在不在？我去日本啊。可是你去拍戏，我们来度假的。对啊。要不然叫日本人跟你打招呼一下。我待害羞，待害羞。好，有没有？啊，说こんにちは，预备，开始。こんにちは。 一起很诡异的工作人员被而且没有讲，每一个都穿黑的，而且他脸都很臭。可以吉娃，我是画黑道的。